应该讲就是说，目前来讲，美国他们努力要打造一个盎格鲁撒逊族的同盟关系。哦，所以这三国可能就是，其实他们就是回到了盎格鲁撒逊族了。哦，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都是来自于盎格鲁啊撒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对苏格兰来讲的话，因为苏格兰他觉得他不是盎格鲁，他不是英格兰人啊，他不是盎格鲁撒逊族啊，他是苏格兰族啊。所以如果苏格兰脱欧，脱离英国，回到欧盟的话，那这有可能会发生啊，也可能在过明年啊，明年的时候，他们可能要重新提出公投，他们要脱离英格兰，因为本来英伦他们就是联合王国嘛，啊，他们并不是单一王国，他们是联合王国。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苏格兰觉得我没有必要跟你联合了，啊，我要回来变成我原来的苏格兰国，那这有可能会脱离，那英国就更小了。对，那爱尔兰也有可能说我要统一。哦，所以北爱尔兰也可能被统一，所以以后可能只剩下联合两国而已，是，哦，就是英格兰跟威尔斯这两个国家联合，那就小很多了，哦，那我们确实就知道它小很多。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英国跟欧盟的关系已经脱离了，所以现在的关系是非常的不理想，那所以欧洲的所有的事务都没有英国参与讨论的份，都没有，因为欧盟自己开会讨论任何事情都跟英国无关了，就是欧盟里面的孤鸟就是英国，就是因为置身事外了。对，那我以前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其实欧洲人大部分不会把英国人看成是欧洲人了。哦，因为隔了一个海就不太一样了，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不是欧洲人，因为欧洲人指的通常就是欧洲大陆、欧陆的这一块。对，欧陆这一块哦，那英国人他们也常常会觉得他们好像不太像是这个欧洲人的那种感觉，是很怪、很特殊的一种情感哦。这个就好像跟澳大利亚一样，澳大利亚都不把自己认为他是亚洲人，澳大利亚都认为他应该是属于欧美人，西方世界的，可是欧美人都不认为澳大利亚是欧美人，你离我那么远，你是亚洲人，是，但是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不是亚洲人，亚洲国家也不认为你澳大利亚是亚洲人，所以他是大洋洲，就自己独立在那里了，就是独立在那个地方。好，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些盎格鲁撒逊族的他们自己本身要搞一个更强大的军事联盟，所以当然对欧盟来讲就有伤。哦，对欧盟有伤。所以你看法国在这一次他的这么庞大的订单被美国人跟英国人吃掉，900亿美金啊，因为这次是英美吃掉了法国人的订单，那对于法国人来讲是重伤。对，我们在强调这是背叛的感觉，第二个是重伤，因为这个合约已经签了，对，2017年已经签了，而且呢是50年的，而且法国是计转哦，法国是把它最顶尖的传统核潜艇传统潜舰的技术，对，是整个技术转移给这个柴电潜舰的技术要转移给澳大利亚，来换得这么大的订单，是，而现在被抢单被出卖，对，然后只有在他们事前几个小时告知，这么的不礼貌。所以现在法国把大使都召回来了嘛？对，就是说把那个澳洲跟美国就驻法的大使全部叫回去了。哦，这个大使的召回就是降级了，外交关系降级了。是，但是我估计啊，因为法国没出席的总统也很多，以前法国的总统比较有出席，对，像戴高乐啦，对，很有出息，像这个密特朗啦，很有出息，很有骨气，骨头很硬，像希哈克啦，骨头也很硬。可是后来从萨科齐开始以后呢，就不行了，就软了，软到你也无法理解，那是法国人吗？哦，所以赖教授，你觉得马克宏可能做个表态也摸摸鼻子了吗？我猜法国人的后面的不见得都能够像他的以前的那些法国的政治家那么有风范，是，因为以前的政治家确实很有风范，我一直在强调，从戴高乐一直到密特朗到希哈克，他们都很有风范。可是后来从萨科齐了以后就亲美，因为当时是美国人把法国人在伊拉克的大油田吃掉，是盟国吃掉盟国的大油田，你想想看那时候法国人跟德国人有多么的背叛的感觉。也就是说，本来德国人跟法国人在伊拉克有两块大的油田，而这个油田被美国人跟英国人硬生生的吃掉，然后最后还骂你是旧欧洲，你是法国人，你是德国人，这口气你吞得下去吗？是，当然不行啊。所以在当时的法国刚好有那么一个强悍的总统，他吞不下去，
但是后来的萨科齐就 完全倒向美国、嗯、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看出来你只要选错人你就是这个下场。那现在马克宏很生气把大使召回，可是会不会在没多久以后大使又回去工作了，然后就是那个云那个叫什么云淡风轻、云淡风轻，那水过水过船过水无痕，这样子，那就是代表没骨气的法国总统。还是他说成我做做样子，那你希望你多少补偿我一些什么东西，会不会？那就很丢脸嘛。好，那我们就先不谈法国的事情，我们就回过来谈这些。坦白说，五眼联盟行之已久，对，那是专门在做情报交换的。好，但是四方会谈没有意义。四方会谈，请问一下。印度，因为他们不可能结成军事同盟。嗯、我敢跟各位保证，四方会谈不敢结成军事同盟。那如果没有军事同盟，就是不相互保证对方的安全。嗯、那为什么他们不敢结成军事同盟？因为如果美国跟印度结成军事同盟，请问一下，印度如果跟巴基斯坦打起来，美国要站哪一边的尴尬？美国是不是也去、啊、要去按照军事同盟的规定、啊啊，他是不是要去打巴基斯坦？是。那印度跟中国打起来的话，这些国家全部要跟中国对打。嗯。那你东京马上是在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范围内。嗯。那你东京的整个经济板块，东京的整个经济板块都在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范围内，而你东京敢出兵攻打中国吗？是啊，这个代帮了别人，结果自己的代价付更大。对不对，你的船从开始，你从横溪货港出来，在运送的过程中，可能都被一个一个击沉了、嗯。你不用说运到那个印度去征兵了，你根本不可能在路上就被击沉了，这、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会说四方会谈是没有用的，因为四方会谈当初就是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叫做菱形包围圈。嗯，但是我一直强调，我在这个分析里面，我按照战略的专业已经分析多少遍了，因为它没有支撑点，对，它没有支撑点，没有支撑点的话，你包围不了中国大陆的海军进出这个南太平洋跟整个西太平洋到东太平洋，你没有办法包围它。这个就好像说，前一段时间，在前几天呢、啊，中国大陆的四艘战舰在阿拉斯加的经济海域出现了。嗯哼，对。那大家都知道，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在加州外海出现的可能性了。那这代表什么？你的菱形包围圈也包围不了中国大陆的军舰，那么进入你加州的外海啊？嗯哼，就是经济海域是航行自由啊。是。那你也没有办法阻止中国大陆领导的船舰或是航母战斗群到了关岛或者是到了夏威夷的外海经济海域举行军事演习啊。你没有办法阻止人家这样做啊，因为你也跑到南海来举行军事演习，你就不能够阻止大陆跑到这个夏威夷跟关岛举行军事演习，甚至你也不能够阻止这个大陆跑到日本海，或是跑到日本旁边的啊举行军事演习，在冲绳岛流域举行军事演习啊，因为你日本跑来南海举行军事演习，中国大陆也可能跟俄罗斯在你北海道附近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都有可能的事情啊。那你日本人也不能反对啊，对，因为你跑到南海来，人家就跑到你这个北海道去嘛，这个你都不能反对嘛。所以你说四方会谈有什么用？那就变纸上谈兵嘛，就是画几个点，这样画画画画起来，其实根本没有作用。好，那最后呢，那就是所谓的三方、那个、三国同盟的问题，对不对？好，那三国同盟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已经惹起了法国的强烈的抗议。那法国会不会影响欧盟说你们要表态，你们要不要跟我站在一起？对。那如果欧盟这个立陶宛说我还是跟美国人站在一起，那你法国人会怎么看立陶宛？我们是欧盟，我们应该是更亲的一份子才对啊，对不对？那你不跟我站在一起，你跟美国人站在一起，那你要去离开欧盟吗？那你这是什么意思？那我支持白俄罗斯吗？是，对不对？那如果法国支持白俄罗斯，那对于立陶宛来讲不是吓死了？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对，美国这一招还没有成功就已经先败。嗯哼，那你说他高明在哪里？我就看不出他高明在那个新闻做很大，哇，每个人就说啊，这三国的同盟是为了要对抗中国大陆。坦白说，能怎么对抗？嗯哼。然后你说给这个核动力潜舰，哦，核动力潜舰，他说我们没有核能，但问题就是这已经违反了核不扩散原则。是。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你怎么阻止俄罗斯提供伊朗核动力潜舰呢？嗯，
对，这个核动力潜舰这件事情，其实美国的说法或是说澳洲的说法是说，没有，我们没有核打击能力，我们只有核动力。但是核动力其实也代表说，你可以在底下，你可以潜伏的更久，你可以走得更远。但另外一部分，英国正在发展它的核打击能力，人家就说，你美国说你提供给澳洲，但是你们是三国互相技术提供，会不会澳洲跟英国现在开始发展起核打击能力，这也说不定啊。你怎么保证说我没有把核弹头装在这个潜舰里面送给你，是啊，卖给你？所以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是鬼话、谎话，因为国际上这些大国讲的这些话，我讲的是说什么啊？我只给你核动力，我绝对没有给你核技术，那是谎话。为什么？因为它的燃料，就是我这个是负责任的讲，美国所做的核动力潜舰，它的燃料一定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浓缩铀要提炼到90%以上，对，才能够构成这个核动力的燃料。请问一下，它能够提炼这种90%的武器级的核燃料，为什么不能够做成核弹头？是啊，而且你难道会开放国际去武器检查？不可能的事嘛。所以这个是谎话嘛？这个骗三岁孩子可以了，骗蔡英文民进党的可以了，但是你要骗我们这些聪明的台湾人、台湾的民众，骗不了的了。民进党一定是哦，人家是非武器级的，没有了，对了，那是这个是只是动力，不是武器，这动力哎，好了，但是我要讲的是说，看到澳洲跟美国跟英国玩了这一招之后，我觉得很奇怪，莫里森在这时候突然讲话了，他跟人家结盟之后就说啊，我还是欢迎习近平跟我讨论其他事宜哦，包括我们呢、啊、跟英国、美国组成这个安全合作伙伴这个联盟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习近平讨论哦。那我就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上礼拜正在讨论的说，习跟拜两个人不是热线吗？现在呢，《金融时报》里面也写出来，就是说，哎，当初这个拜登是跟习近平讲说，我们是不是有来见个面或什么？听说习近平是冷脸以对，虽然白宫是否认说这没有，我们只是私下交换意见等等。那后面所以很多美国的动作，大家就开始揣测，会不会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是报复嘛？就是说你不跟我见面，好，那我就什么什么台湾代表处我就改名，然后我就跟这个澳洲跟英国结盟。但是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在电话里面的确就没有谈到三国同盟这件事情。那美国跟中国，他所谓90分钟谈话，其实也不是什么坦率的谈话、啊。对这个谈话，其实我是觉得都是只会触到一些大原则了。当然我也觉得这个你也不可能让习近平在电话里面就立刻给你一个答复了。如果说你这个问题你没有在事先双方啊一个谅解上，我们会谈这个问题的话，幕僚之间不是会有磋商吗？才对啊。当然啊，这种讲话不可能让两个国家元首就坐下来就谈了。是，他当然有一个各有要谈的一个纲要，互相都了解。那所以如果说事先如果也没有打过招呼的话，这个拜登就提出这样的话，你也不可能期盼哈，是习近平就现场啊想一想就说我要去过，不太可能，因为这是很大的动作了。是，所以他除非事先大家已经有个共识哈，然后我觉得他提出来的可能性也不大，是因为这个事先没有谅解的话，对，你提这个没什么意义。对，对你已经这种就是说下面都讲好了。然后上面就在这个机会就我口正式提出来说，哎，我们是见一个面，好，这边说好，我见。那如果没有这些没有定的事情，不会讲出来，不可能到元首级去谈呐、啊。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个《Financial Times》啊，有点怪怪的啊，他就都报这些很大的东西，那销量就会很好啊。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啦。对，就是说这样子写的话，对。拜登跟习近平都是有一点要把他们挑起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的这个感觉啊、哦，我想这个是最近好几个报道，我觉得我观察到《金融时报》，那么都是让我觉得很怀疑他们动机是什么。是，我觉得动机应该不是很有善意的啦。是，那不过就是说，那你看这个莫里森的动机是什么？这是莫里森之后说我们来谈啊。莫里森，我觉得相当相当的幼稚，而且不成熟。你今天好了，我今天投入一个哈四海帮鸿门，四海帮这个或者什么竹联帮，我加入这个帮派以后，回过头来就跟我的这个跟我不太对说。我们来谈一谈，就是感觉好像是这种玩这种游戏的层级了。你跟美国人，你签一个，你搞一个什么 AUSUC， 好像你就可以就对别人就说，哎，
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身价不同了，我们来谈一谈嘛。其实澳洲这个奥数有对他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改变啊，澳洲还是核子潜舰喽，澳洲还是二流国家，对不对？他的核子潜艇还没有拿到啊，核子潜艇美国人跟他讲不给你核子武力啊，对，你能够海底潜射发射出来一个普通弹头的飞弹又如何呢？对，说穿了也就又如何呢？他不具备核子打击能力啊。你今天你真的有具备核子打击能力的话，那你就有说话发言权了。你又没有核子打击能力，不过今天美国这个把这个就是说核潜舰的能力啊转移给澳洲啊，事实上啊，从这个我们对这个禁止核武器扩散公约的这个精神来看啊，是绝对是践踏这个公约。对，包括纽西兰就说以后澳洲的军舰不能来我这里，因为我这个我是不准有任何核动力或核武力进入到我的海域的。对，你说这个你这核子作为武器使用嘛，这就是核武嘛。嗯，那你核子能力作为武器使用。那你核子潜艇不是就是核子武器的能力，就是作为武器使用吗？不可能拆分那么细。他就是不要把你就要扩散出去嘛。尤其你这种用核子作为武器，不管你是核子弹也好，核子潜艇也好，核子军舰也好，他就是不让你扩散啊。所以美国今天就是赤裸裸的跟他的这个哈 Anglo-Saxon 的小兄弟哈，在践踏他们自己曾经承诺的哈必须遵守的国际条约。他们这三个通通都是这个国际公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 Australia、啊、第一个给国际的观感就是说这三个国家哈、啊、相狼狈为奸，违反国际法，这是他们自己承诺的国际法，尤其在核子扩散这上面，所以今天他们可以践踏这个自己承诺的防，就是说禁止核武扩散，因为美国今天制裁北韩对制裁这个伊朗用的是什么？就是防止核武扩散条约啊，对不对？你打着核子扩防止核子扩散条约，你去让人家去又不跟人家又不让做贸易，又不准人家跟他做什么交往，那你自己把这个武器把这个赤裸裸的把核子的武器的能力交给澳洲，澳洲会变成第七个拥有核动力潜舰的国家，那人家是不是可以来制裁你？就变我卖的核武是良善的，你做的核武是邪恶的，那我今天的金正恩我就抗议啊。而且人家金正恩是什么？金正恩他还自己发展了，对啊，你美国是协助另外一个发展，对啊。不过我觉得哈，美国这一次搞 AUKUS 我觉得他们做一个我认为他战略上哈思考的很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很混乱？你知道？为什么？第一个哈，他把哈这个世界哈他看的世界分成两类，对，一个是 Anglo-Saxon 的国家，对，一个是非 Anglo-Saxon 国家，对，你不是把自己的范围缩小了吗？是，以前美国是所谓的全球性的权力，对，他现在变成 Anglo-Saxon 权力，所以这个同盟变种族同盟。那这个同盟你一定了以后，就变世界分成两个，你把局面做越做。另外一个呢，这个同盟一设立以后呢，你又变成什么？海洋国家跟大陆国家又分开了啊，陆权国家跟海权分开，你这三个都是海权，都是海洋国家，那别人都是大陆国家。哎呀，更好笑的，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是五眼联盟当场被打瞎两眼，变成三眼，而且自己自废武功。对，那所以人家报道说，最尴尬的是什么？是加拿大、加拿大跟纽西兰，人家就猜测有别，没有，人家就猜测说哈。为什么这两只眼睛被这个美国自己打瞎掉？你知道，就说他们抗中不利哦，哎，让这个美国老大哥不高兴，是，所以把他们踢出五眼联盟，所以五眼立刻变三眼。嗯，本来他要高明的话，他把五眼变成六眼、七眼、八眼，他就厉害了。结果美国居然把自己的五眼变成自己越做越小，自废武功两眼，凿瞎两眼以后变三眼。所以你说这个条约哈，这个同盟啊，我只能说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叫美国人来讲，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川普这个政权哈，他们在阿富汗做出来啊，我本来觉得他们这个是不是什么有什么问题啊？可是啊，本来人家美国共和党说情报失灵，指挥失当，
现在我看这个哈，阿树帅哈，就头壳也坏掉一半，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然后呢，今天一出来以后，你还犯了最严重的一个不该犯的，第一个你公然违反国际法，是，你会变成世界的公敌。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在防止武器扩散，你美国是最大的核武国家，你把你自己的核武往外扩散，那你今天做对抗的时候，你今天给核武给那个，核武给这个，你到底是想做什么？嗯，对，大家本来是为了这个地球好，不要再扩散，你先为你自己这个核武给他，这你指定的。而且说实话，澳洲这个等级的国家，你给他干嘛？嗯，说实话，像日本想不想要核武？想死啊！德国想不想要核武？也想，因为这可以跻身大国的地位。对，你美国谁都不给，美国，你现在日本啊，也自己现在我觉得也不是味道，德国也不是味道。另外还有一点，你做这件事情，大家都不高兴以外，还有一个国家特别不高兴，因为你连甩他两个耳光。谁？法国。哦，对啊，法国现在法国立刻损失400亿美金。是，而且这是讲好的约，而且事实上是你美国插手。你事前也没有任何的警告，北欧这个欧盟也出来说了，欧盟说这个你成立 AUKUS 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北约也完全不知道，那你美国做什么盟主啊？你做的这些动作，他的盟邦通通不知道。当然后来我看一个报道说，哎呀，这个欧盟说，这个虽然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个你成立这个不会影响我们跟这个哈美国的关系。我跟你讲，以欧洲人这种讲法的意思就是说，绝对是有关系的，外交辞令听，要不然他不会讲这句话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今天要犯战略的错误的话，那也好，因为这个对这个世界不是坏事。那么他把他这个弱点都曝出来，他的盟邦啊，他过去在二次世界打战以后，他这个是全球性力量，到处结盟哈，到处设军事基地哈。这一次他是自毁长城，对，他把他自己哈越做越小，越做越地位越低，所以啊，这个我觉得啊，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讲哈，不是坏事，我觉得是好事。那叫做补充，我的判断哈，美国有可能下一步会在澳洲设他的核弹基地，因为美国如果本土的地面核弹。对中国大陆来讲是距离太远了，是，那它的空中的运载的核弹，如果要不就装在关岛，然后要不就只能够用这个潜射的导弹啊，潜射的导弹它有它的困难性啊，然后空中的导弹也有它的困难性，所以地面的导弹啊，尤其是地面的核弹，它基本上来讲的威力是比它大。美国在欧洲为了要对抗俄罗斯，他设了很多的导弹基地，核弹基地，例如说他在英国他就设在苏格兰，所以现在苏格兰他一直要脱欧，主要的原因之一就一啊，这种好多个原因中有一个就是要求要把这个核弹要把它拆掉，对，因为苏格兰不想要成为核战的一个战场，他要他核弹搬到英格兰，因为他认为说为什么核弹要装在我苏格兰不放在你英格兰，可是美国不但在英格兰有设核弹，他本身在德国也有设，然后在土耳其有这个空军的基地里面有核弹头，然后再加上在意大利也有设，那他设这些东西就是前进到跟对俄罗斯就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可是他在整个太平洋这么大的一个地方里面，他在日本不能放，在韩国不能放，因为都太短了。对，我判断了哈，对，我判断他很有可能这是第一步，先用核动力潜舰给你，对，接着下一步很有可能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装陆基的，陆基的不见得是固定井的，是移动的，但是陆基的发射站的核弹，对，我觉得有可能是他要装8000公里左右的核弹，因为这样的话他攻击中国大陆的速度跟时间就缩短了，是，不然他从本土要打到中国大陆，他基本上被拦截的可能性很高，变数很多，对。